大家晚上好，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我们现在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就请大家。先来意念一下，我们所修过的功德，让我们的心感到轻松、sabai。我们可以先从自己最发起的功德开始意念。如果是男的，我们可能曾经短期出家过。如果哪位曾经供养功德一，建立寺院，有供养法喜的功德，我们都可以意念。这些法喜的功德将会集聚在我们的心，然后会慢慢的接引。其他的功德来集聚在一起，然后就慢慢意念到我们在平常时间修功德的画面，无论是供养在身，有供养药物，有放生。持五戒，在佛日，有的人持八戒，还有我们每一天诵经静坐的功德，意念到这些功德，这些功德将会滋润我们的心，而让我们的心感到法喜充满。感到 sabai，然后我们再开始静坐，我们就以自己感觉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虽然没有最舒服，但是最起码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所以要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现在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高的要求，我们只是想来坐着休息而已。所以我们坐下去了，感觉这样坐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我们慢慢观察，慢慢调整。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观察，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如果我们调整背部调得刚刚好的话，我们会感觉。我们感到轻松舒服，而能维持清醒的觉知正念。我没有勉强的哈。我们现在先不管坐姿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不管，现在先以轻松失败。为主，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ตัวเจ้าเคย。然后我们再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试试看，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吸到最饱满的，身体的上半身会稍微膨胀。我们感觉好像自己在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吸收进来，让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轻松、失败。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我们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感觉轻松、失败，然后我们再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海边，坐在这里一个人坐着休息，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坐在这里，听到波浪、鸟叫的声音，有微风吹过来，感到轻松、失败。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念头与关爱全部都放下来，全部都放下来。当我们懂得放下，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身体放松，心中放下，然后我们再慢慢地把我们放在舒服点那里，感觉哪里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在身体外面、身体里面、身体的中央点，都，我们把心安放在那里。先休息一下，轻松失败的做。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我们可以试试看意念到一个所缘。假设我们可以意念到一尊佛像，佛像长得怎么样都可以，哪位意念不出来，我们意念到三角形也可以，或者意念画面不出来，我们意念感觉它存在，这样也可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ตอร์จัวเราเป็นยงสินขั้นจะกะสัวเหวียนชิงสมสัวฟูเตอร์ขั้นว่าเมียนชิงผู้ชิงชูตัวไม่有关系ในเว่ยหายเสียงมัวเนียนเซิงเฮา也可以，我们可以试试看默念萨玛拉恒的声音，萨玛拉恒，萨玛拉恒。
อะระหัง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ชั่วธรรมเจียจะเจ้าสิงตาเจียเกิดเจอเลียนสีอิชา
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清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的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障，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达摩世有法上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萨婆布达巴拉巴达巴杰迦南遮央帕拉姆阿拉汉达南遮帝舍那拉康潘塔米萨婆娑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请大家以最欢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途。哎，我们今天就继续听สวนสามัพ本生故事，今天是第11集。菩萨受到两位隐士的百般可恶的细心养育，父母亲非常疼他，森林里的动物都成为他的朋友，
母牛也成为他的保姆，纷纷飞来细心的照顾他。我一般的保姆是人呢，但是这个是母牛，表示福，表示菩萨很有福报哦。有这么多众生来照顾他。菩萨从小到大都得到父母亲与保姆的关爱与照顾。当苏安那萨玛开始懂事了，两位隐士就教导孩子禅定与发慈悲心给众生的方法。真的有福报哦，从小时候就开始练习静坐了，而且他也会发慈悲心。由于苏安那萨玛菩萨常常发慈心给所有的众生，发慈心的威德力使菩萨成为动物的好朋友。大家在我们每次静坐的时候，当静坐快要结束，我们可以先发慈悲心，或者当大家遇到哪位遇到什么困苦，或者比方说残障的人，看到他很可怜，也发慈悲心给他，看到来冒犯我们的人，我们也发慈心给他。佛教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对待众生，而是以慈悲来化解众生跟众生之间的仇恨，这样也是增加我们自己的功德波罗蜜。当父母亲到森林里去寻找水果的时候呢，他们不让苏安那萨玛跟随他们出去，要让孩子继续留在疗房里等待。菩萨很听话，就在疗房那里待着。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来陪他，一起谈天嬉戏，一点也不寂寞。一直到他16岁的时候，情形都是如此。苏安那萨玛菩萨是有智慧的人，当父母去森林去寻找水果的时候，他会静静的思考，父母为了养育我，必须到森林里去寻找水果。而森林里有很多凶猛的动物，万一有一天父母遭遇危险，我一定要设法找到他们，加以搭救。这个就是考虑到未来了，万一父母亲在森林发生什么事的话，自己该怎么办才能够去救他们。因此，当两位隐士要出去寻找水果的时候，苏安那萨玛就注意观察两位隐士所走的路线，同时还记住他们来回的时间，有先记录他们往这个方向，而且大概差不多这段时间他们会回来，记一下。万一如果他比较晚到，就知道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天，两位隐士如常的出去找水果。到了晚上，当他们走在归途上的时候呢，台风忽然出现，然后呢，让整个森林都震动了。不久，大雨就一直在下然后这对夫妻就是这两位隐士，他看路也看不清楚，
所以要找一个地方来躲雨啊。后来他们就找到了一棵树，那棵树是有很多树叶的，可以在这边避雨一下。树下呢，有一座白蚁窝啊，雨水淹不到，所以呢，他们就在树下，白蚁之上避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在白蚁这里有一条毒蛇，危险啊，危险！两位也是全身都湿透了，雨水中渗着两位隐士的汗水，一起流进白蚁这里，继而进入毒蛇的鼻子，汗水的味道使毒蛇起了嗔心，这个毒蛇生气了，所以呢。他从鼻孔喷出毒气，毒气马上吹洒到两位隐士的眼睛。这个就是如地势所知道的，他就是事先知道了这两位隐士会眼瞎，所以呢才会让菩萨就是生在他们的家。毒性强烈的毒气，在短短的时间而已，就让他们两位的眼睛都瞎掉了，什么都看不到。托古拉隐士很担心啊，就问巴利嘎隐士：“现在我的双眼看不见了，你的情形怎么样？”这时，巴利嘎隐士也被吓到了，他充满恐惧地叫道：“哥，我的双眼也是看不见的，我不是一个人，那现在是两个人，眼睛都看不到，怎么办？”两个人彼此互相叫喊，伤心地地哭，因为他们害怕的事终于来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势所提醒的是什么事情？这两位隐士的眼睛都盲了，这是他们前世的业报。当他们就是在那一生他们两位都是医生，后来结为夫妻。图古拉那个时候，正在医治一个患者的眼疾。那个人是个有闲人，就跟医生说：“如果你可以医好我的眼睛，我就会给你很好的报酬。”但是当医生治好他的眼睛后呢，他却不肯遵守诺言，复酬劳给医生，医生感到非常气愤被骗了嘛，所以他就跟自己的太太商量，该怎么办？这个富翁是骗人的，太太也是一样愤怒，就说：“既然他违背诺言不给酬劳，那么你就把毒药当眼药水。”滴入他的眼睛，使他的眼睛变瞎，不能看东西。好了，这是报仇的方法。先生同意太太的建议，把毒药当眼药水，滴入那个有闲人的眼睛，以致那个人双眼都失明了。由于那一次的恶业，所以呢。让今生的两位隐士得到这个遭受眼睛失明的果报，
因果报应，大家，那他们两位演戏了，他们怎么回家？那斯文的傻妈，他怎么过生活？我们就等下一集了。今晚的必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